华山基金会新营爱心田赛站，自民国1994年建站至今已经18年。新营站特别选在九九重阳节进行办理庆祝活动，安排一系列的节目甲长辈同欢，包括着音乐表演、免费加头毛，也佮手作 DIY 等等，内容非常丰富。现场呢，我们有邀请到欧某法医来帮我们做义诊的服务，还有我们的新营社区大学的林胜杰老师带来很精彩的萨克斯风表演，以及我们桃仁捐印，我们带来给长辈做一个捐印的活动。那其实今天也是借由这个感恩茶会的机会，然后也来实施我们的敬老精神，九九重阳节敬老节的敬老节敬老的精神。我们邀请长辈来感受一下这些比较新鲜、比较新颖的东西，让他们来做体验。活动现场新营站也准备一段服务过程的影片，让大家看到这几年来华山是安怎陪伴在地时代人，希望趁着重阳节来到，唤起大家对着敬老的重视，做伙支持照顾老人的行动。老人服务这件事情不是光靠我们华山或者是光靠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其实还有我们的义工啊，还有在背后支持我们的善心人啊，不管是捐款或者是捐物资的善心人士，其实都是很大大的帮助我们在做老人服务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募集我们的常年服务经费，每个月是1250，因为有你我们才可以来完成觉得很辛苦很辛苦的老人服务。今日活动上特别的就是捐印的 DIY， 阿公阿妈对着老师的脚步动手完成高质的作品，那是让因活动经过动头壳，也让因体会到现在上新的流行。南天新闻台新闻彩虹报道。